坐下，笨笨，坐好。黄豆坐下，黄豆，黄豆也坐下，能不能坐下？看来是黄豆是坐不下了啊，只有笨笨能坐下。我这一看啊，这笨笨表现真棒，来，笨笨吃吧。哎呀，怎么感觉好像笨笨不太喜欢吃一样啊？哎呀，嗯，来来来，坐下，坐好坐好。坐好，黄豆坐下，黄豆坐好，黄豆。哎呀，笨笨你别着急了，本来是训练黄豆的，对不对？你非得跑出来啊，跟你有啥关系今天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我今天只是说想训练一下黄豆啊，这笨笨非得在那里面着急忙慌的啊，没办法，就把它给弄了出来啊，就是这样。不要往想着往身上靠近啊，保持距离，坐好。嗯，坐好。这真的是，我看你俩的身材我都着急，真的是着急啊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给我看你也不吃，笨笨，我给你你也不吃，你现在你这家伙胃口是越来越好了啊，这东西你都看不到眼流了，是不是？给他不吃，这笨笨他都不跟黄豆抢，就是这样。吃了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飞，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然后的话，我今天想训练一下黄豆啊，训练一下。但是笨笨属实是不听话，不配合。那俩，哎呦，回去，坐下，不准往我身上爬，真是的。这笨笨非得出来啊，那就让他出来吧，就是这。然后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啊，就是发现这笨笨是吃胖了不少，这黄豆怎么越来越瘦了啊？这弄得我都挺郁闷的，真的。我发现黄豆特别的瘦啊，今天我把它牵出来，真的搞得我都抑郁了啊。黄豆为啥这么瘦呢？啊，那过年啥的也没少让它吃啊，它吃的吃饭速度也挺快的呀，就是这样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他俩在一起根本就没办法训练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想教黄豆一些小技能啊，根本就教不会啊，这个狗属实是脑子不太灵光啊。那笨笨你看这一坐就坐下了，那黄豆连坐都不太容易坐下啊，就是这样。我都怀疑到底是咋回事。哎呀，笨笨别的不说呀，笨笨这个坐姿啊坐相啊还是非常工整的，非常的好看的。哎，你不要往我这儿窜，你吓我一跳，你，自己摔自己一下可没吧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不叫你出来，不叫你出来，你非得出来，也不知道吐个啥。黄豆，哎呀，我的天，是得厉害一点啊，这不厉害一点，他们好像就不知道咋回事啊。黄豆，你的。啊，吃不住哈、啊！来，黄豆，你的，好吃住了。坐下，黄豆，坐下，黄豆，坐，坐下，黄豆，坐下。你看他笨笨都恨不得窝下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笨笨会儿这个着急死我了，真的是。黄豆，哎，坐好，好，吃住了，不错啊。就是咋这个狗咋这么瘦呢？真的是，大家看那个黄豆啊，是不是特别的瘦？是这个狗就长不胖还是咋的？你看笨笨吃的，胸肌多么的开阔，对不对？真的是搞得我都郁闷啊！大家看看，真的是。哎呀，我妈这我正在训练啊，这我妈这拿的啥呀？不要筷子，她给你对了，你用手喂吧。哎呀，你黄豆接不住，你让我妈拿了点肉啊，过来给毛孩子们吃，过来投喂啊，这不是耽误我训练吗？真的是，我搁这训练他们呢，你过来，嘚嘚嘚，你给他们喂点肉，叫他们弄的，我给他的零食瞬间就不香了啊。就是这样，哎呀，瞬间不香了，这这这这
这笨笨我还能教点你啥啊？对不对？这新年了，这过了年了，这对不对？这么多年了也没有掌握住啥新技能，是不是？想想是不是有所遗憾啊，笨笨？坐下。嗯，你看一说坐下，笨笨坐的是比谁都好。嗯，黄豆坐下。这那啥子一样，坐下，坐，趴下，笨笨趴下，笨笨趴下，笨笨趴下。咦，这笨笨不看我了啊，老是看厨房方向啊。这家伙现在对着的就是厨房方向啊。这现在笨笨老是看着我妈那个方向啊。坐下，趴下，笨笨趴下。趴下，笨笨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那这不要这个样子嘛！嗯，弄死我！哎呀，我看这训练是训练不成了啊！这，我妈一会儿一过来投喂，一会儿一过来投喂啊，搞得就没办法搞了啊！然后接下来我这个带着他们啊，出门去转转啊，带着他们出门兜兜风啊，就是这样，出门转转圈吧，反正他俩。狗绳都已经上好了，没太大问题啊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别动，别激动啊，不准激动。好了好了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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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慢点慢点慢点。哎呦，慢点，走走走，走走走，好好好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俩毛孩子这劲儿是真不小啊！这对的阿飞是，哎呦，斑斑。注意点注意点，我的天哪。嗯。这小花估计又要哭晕在厕所了啊。哎呀，我天哪。好了好了。哎呀，慢点。哎呀，我的天哪。嗯，感觉咋笨笨的身子变长了呢。哎呀哎呀，好了好了。那俩肥再缠到一块儿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走走走。哎呦，我的天哪。走走走。哎呦，这我现在啊是完全不用使一点力啊，反正是他俩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笨笨这劲儿是真大，这小小劲儿往往的啊往前怼开，哎呀，真的是，哎呀，走走走，带你们转转，带你们转转。哎呀，然后带他们出来遛遛狗啊，转转圈啊，我现在不敢把他们放出来啊。这昨天还有粉丝说你放他们出来玩玩，估计他们浪一浪更开心呢、啊、就是这样。但是的话就是说，昨天我们这个村里群里面然后就有丢狗啊，有一只谁家养的柯基啊，都悬赏1-2000块钱啊，就是说谁能帮忙找到啊，就是这样。我天啊，看来最近偷狗的比较多啊，这过完年就是这样。所以我现在是不敢松手啊，就是说就是这样。你看我现在走路，我的天，是完全他们在拽着我往前面走啊，劲儿太大了，这来狗，我天，就带着他们就是这样散散步吧，散散心吧。因为这俩狗是，哎呀，是最活泼的俩，哎呦，哎呀，太不省心了，活泼二狗组啊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看他俩的绳子都牵到一起去了啊！这黄豆这家伙这脾气是大得很呢、啊，看到人啊，在远处他都叫一声啊，牛的不要不要的啊，搞得跟你是个多么威武、多么雄壮的一只狗一样啊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呦，看看这地上的小麦啊，哎呦，哎呦。哎呀，陪着你俩出来散散步吧。嗯，哎呀，好了，转了，在我家房子后面啊，这条街走了一圈啊，现在准备回去啊。那后面有一只狗啊，真的是黄豆看到真的是牛的不要不要的啊，跟人家开战啊，就是这样。笨笨干啥嘞？哎，干啥？慢点慢点，你干啥嘞？嗯、啊，在这问问想接收的吧。笨笨想解锁，在这等他一下。嗯，笨笨要解锁。
我猜的没错啊，我说怎么拉不动了啊，果然啊就是这样。这个有小麦啊，有天空啊，笨笨的心情格外好啊，要在这里释放一下啊，就是这样。好了，走吧。哎呀，可能都是垃圾哟。哎呦，慢点慢点，走走走。然后那边就是那边有一只狗啊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我的天！然后引逗的他俩啊，也是心里面痒痒的。走回家，走，回家了，走，走吧走吧。哎呦，你俩咋还弄成个三角形呢？啊，今天本来都没计划着会带着他俩出来啊，真的是我自己都是万万没想到的啊。但是看着这俩组合还蛮有意思的啊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黄豆的这个狗绳稍微短了一点啊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不过这样应该也刚好吧。走吧，今天天气好啊，走吧，再溜溜你俩，走走走，回去了。哎呦，溜了算是溜了一圈了，走，回家。走走走。